这么硬，会有鱼蛋吗？汤真大。啊！哇哇，真的够大啊！小啊，哦，那也很小啊，还是还有，它是鱼漂啊，哦，那是鱼漂，这是鱼漂，鱼漂比较大啊，没有，它在这里面的那个是，哦，这鱼漂，不是，这个不是，那这是什么啊？鱼漂在这边，哦，鱼漂可以吃吧？鱼漂能吃吗？不知道。那有肝吗？怎么没看到肝？怎么在那边？啊，那么大只的鱼，内脏那么少。对啊，奇怪，我想。对啊，我想说不是，不像白毛不是就很多？嗯。那怎么没有看到肠子啊？肠子好小。啊，这么小。我知道。哇塞，这鱼怎么那么奇怪？哎，那么大只。那这也不错啊，肉多啊，哦。嗯。肝也好小哦。嗯。这也很小。嗯。可能是因为它是掠食性的鱼类。嗯。所以它的那个。它是吃小鱼的。多油哎！肥油，嗯，吃的很肥哦。它的鳃也要拔掉了，拔掉。哦，太硬了。应该是这样，不少。嗯。应该大。有。要怎么样？